在不夜天，我姑且认为你是为了报仇，可如今时过境迁，仍逼活人为饵，稍有不从便百般打压，这和岐山温氏有什么区别？为应，自然有区别。温氏作恶多端，这是他们罪有应得，我们只不过是以牙还牙吧，让他们饱尝自己种下的恶果，我们有什么错？谁咬了你，你让谁还？温情温宁姐弟二人的双手可没有沾过一丝血腥，莫不是你们还想玩连坐那一套？哼，温氏人人可杀，难道对他们还要讲道义吗？我只可惜呀，自己杀的太少了。连无辜之人都要随便杀了，那我今日杀了你，是否也是天经地义啊？你，魏无羡，魏婴，魏公子，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！一切好商量啊！魏无羡，江宗主还在此，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？魏无羡要杀谁，谁能阻拦？谁要敢阻拦？魏婴，放下神情。金子勋，想必诸位都知道，魏某耐心不是很好。我在这里跟你消耗了这么多的时间，我现在只给你们三舍。三，二，罢了罢了。不就是几个温氏的修士吗？你要想要拿去便是，我可不想在这里跟你纠缠，你自己去穷其他找去吧。你看你早说不就好了。